人工法，邪恶的猪猪，邪恶的猪猪，喂！哎呀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快要没路走了，邪恶的猪猪，邪恶的猪猪还在那边丢雪嗯，橇，你是邪恶的，你是邪恶的，啊，好像杀别人了，邪恶的猪猪不见了。我身上好多礼物，为什么这样大再，哥送喂，礼带物下都来，不带要下我来。送啊礼物？这样，现在很可怕，有猪猪杀人魔在疯狂的嘿嘿。杀人，剩三个人了。不是啊，猪猪，哇，漂亮！猪猪只看我，小狐狸你最棒！心脏都要跳出来了，不好好做人，做个猪，不好好做一只好猪，还做杀手猪，坏猪猪，来的。来啦，最后求神拜佛一下。保佑平安，新的一年都在求神拜佛一下。你会求神吗？要怎么求？啊，你没有求过 就神？给他钱那些之类的就可以了哈。对，啊，连那个哦，地图都可以给他。我知道。啊，如果你是侦探的话，弓也可以给，工杀手刀钱也之可类以都可给，以给。全都可以给，通通给他就对我好穷哦，了。哎，啊。没有钱。那个上面有，下面也有，所以还有两个地方。有，我知道。都知道，然后刚刚这边说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以为你说的真的是。我不知道怎么都不知道，莫名其妙。来，大家一起买，一起买，玩起来，玩起来，看看上买起帝来，说买什起么？来！我上要！帝说，我拉了没？哦！上帝说什么？哎，我有剑呢！什么？你有剑？哪里？我有弓痕剑。为什么？他说，神明对你的好感度有所下降，所以弓痕剑交给我的。你有剑呢、欸？你有没有剑说我是一招呢、欸？财富你进有出，剑这样我们就呢、欸？死去啦！你怎么有剑呢、啊？哇！侦探死在这啦！死去，你有剑你这呢、欸？个你好坏人！剑啊！剑啊！啊！剑呢、啊？见鬼啦！我的天呐！见到你杀怎么手可以当啦！杀手？啊！见鬼啦！怎么这样啊？我的天呐！我的天呐！哇！哇！他长得像法老一样啊！被他秒射了！可恶！哎呀！见鬼啦！哦，地图哎呀！上有礼物哦。见到我啦！见到杀手啦！你最贱啦！笑死！神喜欢我，给我攻，有事吗？超级无敌鸡西哦！哇，完蛋！这场我不能玩，我一直被传到原点。为什么？我不知道啊，可能那个吧。你是不是坏人？因为你有身份，不是，我是平民。你有身份，哦，你有我有身看到份，你了。哎，我不能你有动。身份。杀了你，我也爽！这个坏人，我是侦探你这个残暴的侦探。你自己说什么？你动不了，那怎么让你动？来一起世，死！好不好？我是什么？我是医疗师我医疗你不能动的病。现在等一下，你就可以动了，信不信？好。拜托，你不要小看我啊！我医生呢、欸，怪医黑杰克都要跟我学啦！你看是不是可以动了？有了，可以动了。还不赶快跟医生说声谢谢？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我不是大人，我是医生。各种疑难杂症我都可以治，好不好？那个医生，我有点穷，可不可以帮我治一下？那要来世再来啊！我等一下再来砍一下你啊！我拿把弓来射你啊，或者跟人家借个刀啊，
我不要这样了。那你还要来跟我一起跳火炉吗？看看谁比较重。我不要再跳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不要，我不要跳。好小气哦、喔！小气鬼，有钱喷出来了。小气鬼。啊，那个火炉明就没事，你为什么有事？不知道啊。没事啊。啊，真的有三块钱哦、喔！你看站在里面都没事啊，你就有事。哎、欸，你给我撕海绵干嘛、啊？对不起啊，原本想买那个，欸、原本想买远古守卫，就是买得起撕海绵啊。嗯嗯，有了，我可以买远古守卫了。他好像一场只能买一个啊，给你啦！哎、欸，连死连死，我有输了，是这里吗？哎、欸，你还可以再买哦、喔。没有，这是你送我的、啊。哦，我想说，我记得明明就只能买一次。欸、侦探死了啦！你还在那边混混，在外面哦、喔。我刚刚怎么死的？在外面哦、喔。哎不，我死了。你怎么死了？我不知道，我在火炉里面玩，他就把我杀掉了。啊！你又在玩火，你这是玩不腻耶、欸？你都忘了你进去那火炉一定爆炸啊！他原本是小火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有油加进去会怎样？会变大火，哎、欸，大火啊，火在烧啊，嗯，哎哎哎，铲些血，铲些血，哎、欸，没有没有要打雪仗，冷静，大家冷静，都还没看到杀手，不晓得杀手长怎样，哎、欸，有吗？剩四个人了，我们这里就三个人了，这一定有问题啊！完了，那个骷髅头脸一定是杀手，他在靠近我，我没有办法。那不是骷髅头，那是坏掉的熊猫啊！他一定等一下就一个飞刀我了，弓又掉了，弓又掉了，果然在刚刚那里，他一定是个坏人。我，哎、欸，你有进过雪屋里面吗？雪屋里会是传送，两点传送。哦。但是我现在有点怕怕的，怕怕怕怕的，怕怕啊！现在的人一定是坏人，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这妹子，我不相信你这妹子。哎哎，他是他掏出胡萝卜了，走开。走开！喂，哎，哇，可惜，可惜，我要逃下去的，说啊，我正要逃下去，逃到一半，我应该果断的，我知道他一定会追我。啊、哦，所以是站中间就不会死哦。对啊，我想要说逃下去，然后就可以救的跑掉。哎呀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嗯，你来吗？没有诶、欸。嗯嗯，怎么那么奇怪？那怪人呢、欸？不知道。奇怪的轮。空间不足，你。哇。你。太胖了，进不去。我太胖了。要等一下，要等一下。你怎么知道红萝卜也是刀啊？因为他那个商店页面可以买啊。这么厉害，都偷偷看过了。还有金红萝卜哎！真是的。顺便提，我现在用的是南瓜派。没有人想知道。嗯，等进去，空间又不足。有人说问 No No Life 的人数 ，No No Life 它显示的那不是人数啊，它是热度。嗯，所以有时候人数其实比较多，但是它还是显示那样。我永远搞不懂 No No Life 的热度的计算。Mm-hmm.
就真的啊，他有时候人，比方说，假设我热度是2000，人3000的时候，他热度还是可能2000多，就很奇怪，很神秘。嗯，哎，悠闲的跑树叶。有了有了，哎，进去了。这一次我要买远古守卫的头。没有轮，没有轮，进来的都是小翘客。有没有？有人的，有人的。我差点，我好想要 fire。要怎么有 fire？ 要怎么有 fire？ 你进去就有 fire。只要靠着你。你这么多场平民，你别骗了。我真的是平民哦。口说无凭。我是。口说无凭。那我要怎么样才会相信？跟我一起跳火炉。啊、我死了。你死了。我死了。你死了，你在哪里死？对，我在二楼。你在二楼死。对。刚刚那里有个轮。我一定要保护好自己，我大概知道是谁了。加油啊！我大概知道是谁了，一定是……哎、欸，不是，我以为是小狐狸。一个妹子直接啪！啊啊啊啊！死去！啊啊啊！啊啊啊！又要等了，又要排队了。对，排排排队，呜呜呜！你说小狐狸那么善良，他刚刚在案发现场啊！咦、欸，又进来的小狐狸，对不起，我误会你。小狐狸是好人。可恶！我这场一定要买到远古守卫。行。可恶！这一场你一定要再被烧一次。不要烧我！可是你想一下，你被烧了2次，嗯，有可能这一次不会被烧了。那会怎样？被砸吗？就活下来啦。哎、欸，钱钱钱钱。对不对？怎么可能每一次都刚好被烧到？如果就这么巧怎么办？这么巧怎么办？那就可以去买个乐透签啊，对不对？怎么样想你都赚啊，赚翻天啦，艺人！嗯，赚翻天啦！这个家里好贫穷啊，都没有钱呢、欸。超贫穷啊，我也找不到钱了，完全没钱啊，穷光蛋啊。哦，外面有钱，外面有钱！来啊，你要不要再跳一次？打我！等一下，我先，跟着我跳啊，还是你先跳都可以。那我先买远古守卫嘛。有没有远古守卫啦、欸？这一场好像没有远古守卫、欸。没有啦。啊！来啊，走啊！哥，走啊！给你 ，PO 不扣，这个人要跟我抢礼物啊！海滩球，海滩球。哎呦，我有更多了！哎、欸、哎，等，我就说小狐狸是坏人，大家还说他是好人，好人个屁！坏人，你是坏人，你最坏！不玩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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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玩了！我们交换完礼物、啊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！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希望大家还是喜欢今天这部影片。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在右下角点个喜欢、留言并且订阅我。咱们下回再会了，大家拜拜拜拜拜拜拜。关台的、哦，关你个头啦！说我说小狐狸是好人的，站出来，他是坏人，他是恶魔，要打回来。其实我刚刚也是要跑的，可是大家都在那里，跑不走。断线。
离开了啦，玩别的了啦，不玩了啦，气噗噗啦，不不不不不，好了，好久没玩这个了。